对不对？我锻炼几年。这指甲也往这里面嵌哈。对，我妈就是自修的，我一般人修不好，就修这个地方。长哈。但你修没感觉了？我修的感觉了。在那边修的这个，就在那个什么中央四公司那边修的，每次修的都可以，我都把我手修的好了。哦，不专业的姐，我就给你修出血了。他第二次了。嗯，你说我的旁边那个小姐姐，第二次要护指甲，第二次要，你这也是护指甲，也得治。这个以前在那边对，治的还给我包疼死了，疼死了，包的好疼，我走路都没办法走。哦。但是现在好了，现在这腿还没完全恢复。嗯，等你腿恢复好了，我来给你包，一点都不疼，好不好？嗯。就跟修这个脚一样的，他修疼，我修不疼；他包药疼，我包药不疼。我在那边花了好多钱。花了好多钱。宝宝，因为怎么他一到那，他宝宝在那边，他有一次他讲十个脚趾都是不是的，我说不是吧？嗯。他会讲是的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他按了一个脚是，他给你优惠，一个脚1000，一个脚100块钱，十个脚你给我1000块钱，我把你脚搞好，然后搞也，我感觉是搞好，一搞好，然后给他说，然后这样的吧，你再加300块钱，我给你300，再加300，再加300，然后再让他做好多年，就做脚膜再修。他一千都没搞好，还让你加钱，挺搞笑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加？你说你钱的，这300块钱是？也不懂那是好多年了吧？好多年。对吧？我说100块一个，好便宜。不用包了，他那个。不用包了。他小鲁给他包的。大概是第二次拆包了，拆包完了给他配个。小药膏给他抹抹就行。实际上，我爸爸那时候住在医院，他们的脚都是。后来让小鲁请你跟谭师傅吃饭。啊？我带小鲁回来让他请。小鲁，我跟他说，有点是师哥，还有些是两个。他请吃饭。那小鲁啊。我给他干了，我以为他请我吃饭，我请他吃饭。他要走之前，我来请他吃个饭。然后我说，那个同事们都帮你换药啊，你不请他们吃个饭呀、啊？我来给他夸他一下，现在怎么说？这个叫什么？你要不说这话，他们眼睛，我说的话，他得往哪？那就这个是啊，五零开的。这种感染的，这个都是一次性的。